这场空前的浩劫，又将如何谱下新宿呢？缓解众议平会，成就平和再无阻碍。元祖天魔要如何对付有外首领呢？太乙龙心、天意、秀海文州，又将在未来之际扮演何等角色呢？庄王涉险，袁天九能及时支援，助王兴脱危吗？金州相王将其兄弟的运命，又会走向何等的极端呢？不料伊燕初令有办法，顺着六角星穹吗？连台好戏，种种精彩，欲知最劲爆的结果，请继续收看吴文德布袋戏《霹雳剑兵客》剧集第29章《化境之阵》。